就上台要唱之前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都拿恐惧当饭吃，我什么都恐惧，真的，任何东西都恐惧。就平时上课的时候，可能老师提个问题，但我知道那个问题，我知道怎么答，我都希望老师千万不要点到我，千万千万不要点到我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那课没有老师？我就希望任何人都看不到我。啊，你怕被看见？对，我是怕。可是你做了这样一个工作，哎，所以我前几年就一直都是话很少。你是因为什么突然被打开了这个呢？我觉得是被社会毒打打开的吧。谁打的你？哪一刻啊？谁打的你？积累下来的是不是？没有哪个转折点嘛？就突然一下你就发现，比如说哪个肯定别人说周深是个好有趣的人啊，你要多说。嗯，反是因为就是之前可能一些可能唱歌的经历，然后在节目里，然后每次唱完，然后难免会有选择，然后就会经历过几次，就每个人都夸我，就真的是每个人都说啊，周深唱得好好，音色很棒。但最后每次一到选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没有选我，就那个时候发现，就好像是不是只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是不是很有些也不够啊？人际关系，我不知道，不是人际关系问题，就是我觉得是你的声音太特别了，可能不是特别好去跟别人融合吧。我不知道，就感觉每次啊一直被夸，然后最后选的时候啊就没有选我。然后就觉得我是不是要考虑有挫败感了、对，然后就觉得我是不是要去磨合一下，从另外一些方面争取一些唱歌的机会，然后慢慢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、现在这个样子特别像骂自己对，我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长大后我成了我最讨厌的那个人我也没有也没有讨厌自己，是因为深深是这样的，他有的时候对于一件事情的及时反应，第一秒钟他一定他经常是那种内心的恐惧，对，我看 offer 的时候我也是，我说周深你的表情怎么能这么丰富， reaction 王，我在生活中也是这样，就可能突然有个人出现说哦，你说你怎么会出现，比如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，哦这好好吃啊，好好吃，对，他就是这样的哦，你把我的京东校园学生专属特权，天哪，弄倒了，我好了发了 OK。心灵有什么恐惧吗？就是会心理上需要。我其实对背歌词吧，就是、这个恐惧我熟悉。嗨，因为就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天哪！然后就是记忆力没有以前。Oh my god！你扔还是我扔？那么的，你敢记得？他提到了我内心最深的恐惧，衰老，记忆力的衰退。不是，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准备的时间也没有以前多了。对。然后有时候会，你明明背得很好，但是你上舞台，你一紧张，或者你没休息好，然后你突然就会断片，就一下子甚至有的时候太投入都会导致。对，你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，然后你越紧张，你越恐惧，你反而就越容易忘。对。我怎么觉得徐律应该无所畏惧啊？是吗？其实我是理解蔡老师刚才说的，就是比如每一次节目之前你焦虑，其实我每一次开庭。其实也会焦虑啊，就是我觉得恐惧要么就源于未知，要么就对于自己对这个可能这个庭审表现是有所太在乎，对期待，对，然后就事前的不停的复盘，就不停的设想各种可能，就这个时候对在上庭之前那一刻，但是上去了也就好了，我觉得对，像我跟徐律这种最深的恐惧，包括像西林这种唱歌怕忘词儿，其实是源于你最深的爱或者是在乎，一定是的。一定是因为你太在乎这件事，太爱这件事，你才会有恐惧。你如果真的无所谓的话，我觉得反而会好一些。对。那我们来预测一下敬业这个抢手的香饽饽到底会跟谁组队呢？我觉得敬业还是会跟秋怡。我也感觉敬业应该会跟，因为秋怡刚才一直几次欲言又止，就在周围人都争抢着想跟敬业去组队的时候，秋怡我观察到几个细节，秋怡都是他没有说，但是我觉得以敬业这种暖男的会照顾到他会照顾到，因为他们两个是老搭档，只要秋怡表示出一点愿意跟敬业搭档，我觉得敬业一定会选择秋怡这么
会的。就是说他开始南希跟那个玉成都说要跟合作的时候，他说我要再想一想的时候，他在等秋怡。他有可能是在等秋怡。这是你的想法还是范丞丞的想法？是我的想法。是范丞丞说我说出来的想。收到短信了哈，宋老师。是不是这边宵夜党不同意了？我觉得他们也该就是强强联手一回了吧，他们一直一二名嘛。秋怡也不弱呀。秋怡在关键时刻是一个很能释放的，但是他们已经合作过了，合作过好几次了，对，也是。如果他们还在一块儿的话，可能律师会觉得他们太求稳。徐律，你想看的静言跟谁？我是想看玉成跟他，就是玉成一听到哎就马上小胳膊碰，就很期待跟他在一起。其实我蛮想看静叶跟一轩呢，因为他俩也没有合作过。我想看他跟玉成，我觉得会蛮可爱的，他们俩在一起，想看看。我刚才在看那段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其实这种环境下，大家说出来是挺微妙的，就尤其是当你主动问了，哎，你名单里有我吗？万一对方没有，他是该说还是不该说？我觉得，或者比如说你选了我，但我不想跟你一组，我觉得我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会说，我说你在我的名单里，但是不是很靠前，我会这么说。但如果你说你在我名单里非常靠前的，可是我不愿意跟你搭档，我该怎么说？我不会这么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就比如说，你在我的名单里特别靠前，靠前但你不愿意跟我搭档，但我不愿意跟他，你凭什么呀？你凭什么呀？双北不配拥有姓名吗？对，我们双北党不同意。不是，双北党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种环境其实还是很考验人的处理方式。对对对，好，那其实大家可能记得，在第一期的时候呢，泽林给每一个实习生都带了一个小礼物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希林，如果你现在只有一块钱的预算，你要给杨老板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？一块钱现在能买什么呀？一块钱买个棒棒糖吧。买个棒棒糖，代表你们甜甜的开始，是不是？对。其实呢，一块钱可以买到超多的优惠产品啦，比如说上京东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， 新认证的学生用户就能够享学生专属特权，领超级补贴，购买花样好物低至一块钱。哇！接下来我们来看，那你刚来是学生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的组队情况。